气球，超大的气球，72寸的气球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说我这么大个气球，我相信大家都没见过。别说是气球了，是吧？72寸，我披萨我都没吃过。OK， 接下来我要用我这个灵巧的身体钻进这个气球里面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气球给吹大它先，然后我就用我这个性感的小腿钻进去先。哇，这样吹得何年何月啊？我就不信打不到他。OK， 我们现在先把腿钻进去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样好像也不对，我伸了右腿进去，那我的左腿一伸，它也是一样漏气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像个泥鳅一样，从头就钻进去先的，我觉得应该，对，是这样子。我先把我的腿伸进去先啊。OK 了，我这裤子好像感觉太大了，也很难塞进去，知道吧？那么。我要换一个紧身衣，咻的一下就钻进去了。那 ，OK， 现在紧身衣就好钻很多了。感觉还是太小了，我两条腿塞都塞得这么困难。哎呀，铁子，我想退货，看来有没有大一点的，但是火油要整了一半的。继续。我现在整了这个给我家那个大胖那个猫冲凉吹干的那个，这个都打不了的话，我觉得是吧？还有什么可以上天？哇哇哇哇哇！那现在就很好塞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它漏气漏的没肯定没那么快嘛，我噌一下就进去了。我先投进去还是？哦，哎呀哎呀，不行的，这样，啊操啊操我操，这样怎么呼吸啊？我再打大一点，然后腿先进去，这没事，弄快快不过我。一条腿已经进去了，等一下第二条，对不对？咻的一下就进去。1、2、3，好，好，小弟，拿去。整个它都差不多升值了。下课。